刚刚新成不放状态，只是想上状态自己不上。来都来团，等一下团。好团团团团团团团，来敌人哦，上面那个哦，中间。好，吵起来，吵起来！然后你右边直接去，直接去干成了。打门，打门，打门！哦。他直接冲过去，他们堵门口，直接碾过去，不要随便打。你可以往前冲啊！我跟王杰往前冲啊！那我再冲啊！哎，飞叔，等下扶好我啊！我等下直接往前冲。是啊。还带我继续去打飞叔啊！我会被秒杀啊！飞叔才会被秒杀啦。对啊，他每次都先打我啊。这个城战他们还能抓这么准，先打你吗？哦哦，真的啊！要裂了，要裂哦！啊 ，OK， 卡好，大脚，好飞啊，都炸都卡在了。进去，我挂了。进不去，我要挂掉了，扶起来。好痛啊，超痛的啦。很多人在打你啊，我可以先扶起来。不啊，他们打我没，他们打我没用，还知道。进枪，太撑不住了吧。对，往前冲，往前冲，他们别冲，打不中进去，冲进去了。啊，那恐怖啊！因为他们撑不住，他们撑不住。冰城不要死啊！好，不打了。哎呦，这里怎么一直用兵？往前冲，往前冲，他们就散了。往前骑就对了，往前骑就对了。哎，我们卡不住，接不出去。别说打我啦，通风打我啦。我卡在这里了。那回头，进去。哎，要命！进去！往左边，往左边走！看你们怎么打这么开心，我还想走路，往前走路，键盘走路，键盘走路，很硬啊！键盘走路，！来打两边水晶啊！左边的！救命！从哪边啊？对，跟着新城走，跟着新城走，新城我会跟着你走。靠北，我断线。干啥小？你是什么烂电脑啊？什么啊？他一直超故障哎！星辰先去传点，星辰先去传点。看我们卡在这里，我到，你会不会秒杀吧？他小心哎！那我们跟你走，偷偷我们分一队人去传点的。谁啊？哦，队友嘞！我在你后面，很险，太快了！等一下我。我们这边打另外水晶，我们打左边好了。哦，好，上盾了。不够。哎，那盾没解，我们今天没盾，没盾，我也没盾哎，我的盾在哪？有，走，好，干人，及时断线了，是不是？盾在上了，好，断线了，晚点，干人，集中干人，来，撞，把他们，不用住手啊，我们要住手，撞起来，谁来撞谁？撞人，他变人，打疯狗啊，疯狗，起我，立山主在追我，立山主在打我。第三组哪里？打第三组，后面补。哪里？第三组在哪？打跪球，打跪球。剑神在这边嘞，打剑神。夜叉，我们去传点那个刚刚佛点。剑神，剑神要打我啦！他就很左边。后面吗？去摸，直接摸，我们要拼时间。我先挤。对。我想我们所有人去那个两队人去挡门口。哎、欸，我们其他人来齐人打吧，反正他们也没有要攻齐，他们等下攻齐人，我们回收就好。那我去帮忙帮啊。好，哎、欸，飞鼠，来齐人啊，飞鼠，来齐人，来齐人。那我去齐人。我还狂杀、欸，来，那我去齐人。那我们城要留几个在吧？留两队啊，留两队。他们在打城门的时候在跟我们讲啊。我们已经压到城门那边了，但是人有一点散。看桌案子啊，那个 auto 上面那个冷战人。
哎，不要太多人讲话，让你混乱。来哦，门破了，门破了。来打这个。打疯狗了，疯狗。打到吗？打得到。来，疯狗。疯狗，疯狗。秋风狗一射，我就射杀小了。打秋，打是秋风吗？打不到。打不到，打不到。八两滴，八两滴，先打八两滴，右边。我的对不对？不是，夕颜是自己的，是那个他老公摸的。反正以后，反正哎、欸，起司，疯狗又来了。他们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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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们来了。哪里啊？他们来那个，来了。敌人门口。铁妖打铁妖。铁在吗？啊，打铁。打铁，他们打我干嘛？打我，我死掉没用。哎、欸，他们双龙双蛇来了。我想，我们回去敌人了，啊、哦，抱歉，撑不住叫那个敌人出来，那个有叫了，来哦，统一集火哦，投降死。抱歉啦，按到 auto 啦，抱歉啦。我在干嘛？我投了，被标按 auto 啦。我买充气呀。按 tap 啊 ，tap 搜索人啊。他们死光了，他们退了。我要去打反了，好烦啊。嘲弄了吧。子弹出来，捡子弹进去。那边守不下来，就只能嘲弄了吧。等下，我这队人不，见了。我、哦、那个又不是谁，单挑力三左呢？一直不见了，没了。我开助手啊！单挑指标这么强啊？下路指标这么强啊？敌人还行吧？哎，橘子，你来陪我，来帮我放。你有没有看过我们那个影片？啊、就直接停在他们逃生点狂杀他们。哎，好了，这么强啊？来，他们都来了吗？哎，来了，都想来了。来，他们那里，他们敌人的人死光了。来投降了，我帮敌人。我、哦、来了，他们去攻敌人了，是不是？那我回去。来，快，要用兵来帮忙，快点。疯狗，疯狗，我直接切小到冲了。好戏 ，OP 三百。来 OP 三百，左边。来枪好，来八两金，集火。我死去，八两金集火，有八两金了。啊，佣兵上来了没？有，叫了。佣兵已经在后面，前后包夹。后补了。二等桥，被点破哎。佣兵，有佣兵会把他们清掉，他会把他后面清掉。哦，哎呦，佣兵好猛。那牛哥，我们这次佣兵很凶哎啊。啊，干你！这次很凶哎。应该是四叶草跟那个的吧。来，佣兵，回齐岩，不对，回齐岩。我看佣兵好猛啊！对，他们果然又飞齐岩了，他们正在跳针啊。橘子，嗯，这是佣兵哪边的、啊？我不知道，应该很多吧？他们都看前的啊，金空跟那个啊，我刚刚在城里看，就很多都那个红变。傻小大雨卡住了，大雨第一次觉得三十秒这么、啊、我们打靠北按错，来中间点，直接抓下去中间点。靠北，我们手下就没有佣兵了。哎、欸，我们手下就没佣兵了。啊，走啊，没事，现在我们硬靠他们齐人。没关系啊，我们这样应该打得赢、啊。他们应该是可以，应该是可以。齐人是谁的？他们的。天主啊，天主属的、欸。他们要重新锁城哦。对啊。啊。这 A 城门啊。飞鼠在哪里？我来找你。在门口了。哦，你已经在门口了，这么快啊？哎、欸，冲出来了。
哎，星辰，你拿去试试看能不能摸啊？去试试看能不能摸。好，可以吧？他上次不是有摸过吗？他可以摸，我们就两层啊。不知道哎、欸，不知道我们那个体验会不会取消掉？不行啊，有才能不能点了。赶快叫那个蹦蹦墙去摸。你叫蹦蹦墙走后面点，他在这前面，他打个两下就挂了。然后退后。蹦蹦墙，等后，我们再拉。包住，把它包住。哎、欸，太过了。爆了，爆了。蓝要爆了，怎么样揍了呢？疯狗，打疯狗！哎，疯狗！不能打，直接冲进去哎、欸！被堵住了，冲不进去。后面有投降！不想死了！哎，鼠票密，票密！我在前面了，看我死了！在前面了，我怎么冲不进去？我还是如此。小易，你赶快补要补不回来。我再补你。还可以。他们快没了。打铁，打你。我知道，我在打铁，我也在打铁。把铁打死。下去，死了，走。我冲到里面了。保不起。等一下，我真的不行，我把自己。冲！别冲吗？那我直接冲啊。等，先别，啊、我觉得先别冲。我放血放好，这里人好多啊。你要爆风血，按清关。我把他们用兵塞在后面。那你们他们用兵都在后面呢、欸，前后包夹、欸。没事，他们用兵很烂啊。我讲那个讲句了没？好、啊，全死了，用兵全死了，你们进去。那个假死啊，风风假死啊。哎、欸，我们是不是要接一下蹦蹦奖啊？不然他是不是我接？好，我们去接蹦蹦奖。其实我们先把水晶打掉，再去接他、啊。没有，我们前面好像已经有人在打水晶了，不是吗？好，没有。有吗？还在激战？没事，看错。赶快死！我去接一下蹦蹦。哎，握着我就走过去了。我去打水晶喽。可以打水晶，去打水晶。哎，看人尖角这一群人在这边呢。啊！抽风也在。哎 ，hello。好。别理他们太散了，别理他们。他太散了，我先反了，之后再打。我先引怪。那蹦蹦奖走进来吗？哎、欸，水晶爆了、欸，水晶还、欸、还没爆，水晶还没爆。他们在堵我了，他们全部人都在堵我。那我们走中间，水晶走中间哦。你们走中间，他们在围殴我。你在哪里？在侧边，在左边，不看到。一群人都围殴我。先把水晶打爆，我们再可以再打一波。你在哪里？进来！哎，投降了，走在这边，投降。进去围了。来，后面帮我打那个谁，游戏，帮我打游戏。往前走！过了啦！我要蹦墙死了！再一次！没事啊，我们先把水晶打掉吧。我们先把水晶打掉。先出条路来啊！你等一下，他们会出去接你。我们把水晶打掉。我们把水晶打掉，然后全部回飞奇岩中间，然后清进去，要不要？好。要死我！我们先慢慢来，先走，先打再说。好，再走。被大鼻孔杀死了。有，水晶爆了，水晶爆，水晶爆。回中间吗？走，回中间，直接回中间。中间，全部都在中间。回船。一波带走，快一波带走。反正我们先快点，集合快点，动作快点，给他们一点机会。我们剩40秒往前冲，剩40秒往前冲。打战略的，打战略的。蹦蹦墙在哪里？蹦蹦墙在哪里？有，他在我们这里。你要跟着我走。好，你跟。走。我们前面先帮他们把中兵打一打。站左在后面抓蹦蹦墙，一路带走。抓你，你要小心。引导你那个鸟，帮忙顾一下。打疯狗！不要太前面，你跟星辰走一起。好，你跟星。
对，你躲那边，你躲那边。哎、欸，游戏在打那个，游戏在打那个蹦蹦甲。哎、欸，慢慢清过去。赶快喝白水，我在喝。啊，我们打不到前面的，负后面来。我快不行了，我快不行了，无语。哎、欸，哎、我打。铁哦，先打铁，先打铁。你要会隐身吗、啊？我这修路。后面。投降，投降来了。我们已经在清了，来走走走，撞去撞，再撞，得走得走。好，来，你走，在后面。好，走。太乙，好难玩，想干嘛？好难玩，还隐身的，玩。插盾，入身走。好，再打几次，好压下去。多干隐身，谁呀？好难玩，隐身哦。哎，投降，好难玩，好难玩，后面。他跑，你就一直跑就对了。撵过去就对了，撵过去就对了。来，往前跑，往前。我们这。好，啊，金枪，我们把围住。金枪，我们这组打后面，打后面。去青龙面。哎、欸，黄妈，你那组有谁？他们讲你要不要跟他组队啊？黄妈，不要，不会铁。哦，秀，跟大喊。出现了。他是不是没补啊？好，我去跟。对，你要不要看要不要有人跟他组队帮他补血 okay, 只是不能帮他上盾而已啊，对啊。对对，等一下。我组。里面的压进去吗？要进来了。我没有在清。啊不，赶快跑！前面已经打穿了。等一下，我找一下你的名字，等一下。对。不是没办法点等一下。我们的已经慢慢压进去了。我们在后面清的，你走，你走，你的血。我讲的快点，他等呢？他在后面，他在城门这边而已。我在新城这里，我们挡后门。等下走太快了。等一下，你跑那么快啊？那个等一下，你妈游戏隐身，游戏隐身哦，你注意哦，隐身喽。小心蹦蹦奖哦，注意蹦蹦奖哦。他不走，那个隐身的出来直接冰冻他哦。没有，这城内好像不能冰的。你等一下，你可以冰他哎。对，城内应该不能冰啊，我刚冰不到，对吧？记得呢。哎，人要先清掉吗？哎，那个他们，后面，后面有人。他被秋风抓了。他要死吗？他死了吗？帮我讲，继续。你就是一直冲过来就对了。好，走进去。有人要组队吗？那个我去带网啊。去吧，不要进去。等一下，我们走，调网走右边好了，走右边。走左边，他们已经都知道我们走左边了。停。停，我这。我知道他们派一个铁在左边哦，他只要被晕到，应该是没救了。是啊，怕他们啊，只要派一个铁就可以守住整个右边。出来哦！哎呦，不要碰到你队友。帮我讲一下队友提供。这你家死人，我痛。哎呀，你在哪里啊？你怎么不见了啦？我在路上啊，左右边吗？等一下啊，来。我左右队友提供啊。他要走左边还右边？他走右边了。他到哪里了？右边了。我们在传送点打人哦，你们慢慢来。西东。你传中间。我们回去带他。传中间。等一下补血。来，中间。看不到你啊。来，我在中间呢，家里。好，你赶快。看到你。赶快。不行，你竟然冲出去了！我要喝水了，别回门，可以回吗？你看，你在门口。对，铁人一次晕三个。你跟着秀凤。秀凤。钓鱼在门口哎。跟着秀凤。哎。被打就。魔还好吗？应该直接来补我。哎，他们打算冲出去了吧？疯狗也在后面呢。我跟。那怎么办？我们回中吗？你们都来城门。城门，来城门。蹦蹦奖在城门。跑啊！蹦蹦奖跑进来吗？他跑进来，我们
进来啊！跑跑，他被围殴了。好。跑。是谁？谁在抓你？跑就对了。五把。哎，有一个强力射击是谁啊？跑。死回生。那个是敌人。哇！我家。那我应该去雕云行，雕云行。哎、欸，有隐形，有隐形，有隐形的，我放木桥。左边，右边，小心啊！右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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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右边。好，蓝碗出现，好，蓝碗出现。跟着走，跟着走。梦想走有点太快哦，走走远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晚点进，晚点进。你先等一下再进去，你先等一下再进去。点蓝色的光走进去。我们先看点进去，进去打一下。有，我进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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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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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都进来，都进来，都进来，走走走走，打人哦，打人哦，对啊，叶昌，我们叶昌，我们去复活点，六秒，哇，好多人，太多人在围他，有办法，没机会了，没机会啊，你等去摸啊，没关系，等去摸，我们内裤松了啦。换成他们美猴啦，美猴啊，他们那个税金还比较少。现在还有什么网？看一下。哎、欸，赶快玩，对不对？好玩吗？哦，好可惜哦。